淡水在地艺术团体精灵幻舞团将要在7月29号晚上于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9楼举办今年最盛大的成果展。而这一次不只是有淡水在地精灵幻舞团的10位国高中学生的参与，更有来自高雄市桃园国中10位的学生，远从南部北上，为的就是要在淡水将多年所练习的成果展现出来。在这一次的营队，其实要展现的还有戏剧，还有 MV 舞蹈，还有Flamenco， 还有我的现代舞，这样好，包括我们在淡水的孩子。那我希望这是世界首演了、啊、哈，第一次我们这样，对，我就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。然后孩子10个人，那我们不断的在募款。那当然，我们希望自己的土地的力量，由自己的孩子来承担他们所学的，回到部落，然后自己成为一个会发光的种子。因为其实我们是从7年前就开始。对，其实学校对跟舞团这边7年前就开始合作了，然后每年的寒暑假，老师对都会带团员啊、教师的人，所以我一直常常在跟孩子们讲，我们出去就是一个让别人去认识我们自己族群，我们一定要让台湾的人都认识在台湾的每一个人，他才会去理解，才会对待人的时候是可以公平对待的。这个就是一直在教育里面，我一直希望。其实精灵幻舞团为了要帮助在2009年莫拉克风灾后的重灾区，从2010年4月开始到现在，每年上山进入灾区，用舞蹈和艺术陪伴桃园国中的孩子，陪他们走过恐慌与害怕。而团长贺莲花表示，从2010年开始，每年的寒暑假，精灵幻舞团都会上山去，用艺术与舞蹈陪伴部落的孩子，就算是经费不足，也没有因此而间断。而这次带着山上的孩子来到淡水，他们可都是非常兴奋。对啊，就 每次上下课的时候，知道要放寒假或暑假的时候，就立马上山去。因为即便我在都市读书，还是回山上跟老师。我其实不会紧张哎，因为我都很珍惜每次能上台，然后能够表演的时间，所以应该不算是紧张，算兴奋。从小时候到现在，其实表演还蛮多场的。可是这次是我刚考完会考回来的第一场。对，对，我停了一年。所以这是回来的第一场，还是很期待，但是也有一点紧张。这一次的表演不只是带来部落孩子的歌声，还有弗朗明哥结合部落风的舞蹈。而这一群来自南部的山上孩子，跟着精灵幻舞已经有7年的时间，每年都非常期待寒暑假的来临，可以再次与大家一同起舞。虽然精灵幻舞团每次南下经费都是对外募款，但是帮助偏乡孩子的行动更会持续下去。而这次表演不只是要让大家看到他们的成果，更让这些孩子有更多的表演机会。记者史端一淡水采访报道。